好大的房子，也这么漂亮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太好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厨房，哎呀，餐厅这么漂亮，奢华的豪宅，气派的装饰，他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而这一切美好的背后，却是杨家人伤痕累累的痛楚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世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天歌母女又能否笑到最后呢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帮帮忙不行吗？你也太幼稚了，现在这个时候谁会帮助我呀？幼稚，你到这个节骨眼还说我幼稚。心如啊，我知道你为我这事着急啊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心如，这段日子你陪着我辛苦你了，这房子我已经过户到你名下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啊。阳光现在家破人亡，阿姨被气得脑淤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而她自己也生不如死，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？你与其在这担心我，倒不如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。这杨金生一死，林伟国的小金库可就彻底曝光了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我这么多年辛苦赚钱，不过是为了我在美国的男朋友付博士的学费而已。他现在毕业了，也拿到了绿卡，给我办理好了一切手续。我会飞过去跟他团聚的。你有男朋友？那当然了，我们是青梅竹马。他为了我远渡重洋，我为了他辛苦赚钱。谢谢你帮我结束了这一切，让我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开了。那又怎样？我不是也和陈石结婚了吗？我老公既爱我又有钱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真的吗？那最好不过了，恭喜你啊！希望你真的如愿以偿。
亏空有多少。我听说只要把钱交上去，他们就不会为难人的。再说多少也能减轻点处罚吧。不够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点积蓄，是我当空姐的时候攒下的。心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林伟国还不至于让自己的女人当首饰。公安局的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你什么人？您是贾宏远的爱人吗？贾宏远？我不认识什么贾宏远，我老公叫陈实。陈实就是贾宏远，贾宏远就是陈实，他是滨海市一农民，伪造了虚假身份，在本市行骗作案作起。根据贾宏远的供述，您参与了大石集团投资计划诈骗案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弄错了吧？怎么随便抓人呢？女士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哎，别过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宝贝儿，哎呀，不行。一切都已经有了结局，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到底怎么样了呢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们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也收获了不同的结果。
样呢？你，你，还有你，没有上亿资产。嗯，别闹了啊！来，小喜糖给你拿，赶紧走吧，来。不行，你别，赶紧走吧。别推我们。你管不着，我女儿结婚了。嘿嘿，喜糖。